整个浩安露营场，我现在走到另外一边，它这整个环湖是很大的，你第一排所谓的湖边第一排可以搭到很远。好，我看一直到一望无尽的边，而且车子要停横的，你来的时候人家怎么搭你就怎么搭。一早就看有人在钓鱼啊，我也觉得蛮不错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后面这个好远，其实这里还有啊，这边还有营位，这边也可以搭，好，也可以搭上面。所以其实这里可以容纳的帐数是蛮多的，不过大家都自动自发的啊，帐与帐之间这个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。哇，你看可以走过来好远啊，那那边呢都是可以，还是可以搭帐篷的，所以你不一定要车子还可以再开上去啊，如果你不要搭在第一排的话，哇，真的是相当不错。那如果说你是像我们台湾来的，你想要快搭快收，可能就加上要轻巧，就不建议携带啊这种棉布帐篷啊，科技棉布帐篷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能干的时间比较久啊。湖边第一排必然是比较潮湿的啊，如果说你想要赶快十点前把它收完离开啊，到另外下一个露营地，当然你可以在到下一个露营地的时候搭起来，它还是会干的啊，但是基本上就是会比较体积重，还有会吸水。好，可以从荧幕当中看到很多的画面，他们很多人都会搭这种仿菌木的这种帐篷，因为就是蛮多人喜爱solo露营的啊。这个位置也相当不错啊，这位置其实也可以看到富士山，很漂亮，真的很美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自己的帐篷很平均哦，没有说某一个帐篷特别的这个显眼，特别的多。啊，我觉得是蛮平均的，包括像大陆的这个云上啦，或是像这个One Tiger，你看都也有人搭，哇！很多女子单独solo露营的啊，所以在日本很多，我刚才一路就看到很多，但不太好意思拍哈。然后还有人带船来划的，好，自己有船的很舒服。早上的湖面是比较平静，下午开始应该是比较起风，昨天浪花滔滔，那你看现在是湖水像镜面一样，是很好拍的。好，那也有女子一起来露营的，真的是相当的不错。现在在这个女子solo露营这边，你看，她这个用一个银柱，很可爱的，拉了三条绳子，一条、两条，那这上面就可以吊很多东西，非常的聪明啊，搭上这个结，好，你看，然后呢，她搭这个 Nature High 的，应该就是登山咖了哈，对，然后她插帐篷。准备要收了，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。这边是我们刚才搭营的位置啊，现在才早上大概9点多，这里的营区就是说要10点要撤嘛，但是很多人蛮早就开始撤了，主要就是说，你如果是搭在湖边第一排的话，第一个就是你要搭天幕或是防晒。不然一早你会被晒醒，好，这是必然的。然后也会觉得比较热一点。其实我没有觉得热啦，是说因为风很凉，好，就是说你在不同季节来可能会不一样。啊，这是我们租的车。那你看我们刚收完，另外就有人来搭营了。好，这一对年轻的朋友们，应该是情侣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在日本露营都是很早就来了，9点多他就来把营位扎了。所以他们明天早上也是9点多就会撤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跟我们可能稍微不一样的文化，不知道是这个营区的规定还是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这个 MSR 的登山杖也是，哇，这个绿色的很好看哦，搭配红色的银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准备要去营本部，
再拍一些照片影片给大家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到富士山，那下面就是我们露营的地方，然后呢开上来啊，这样讲我们又回到营本部了。营本部前面这边呢有很多的停车位，两边都可以停。那为什么回到营本部呢？等一下去拍个营本部的介绍给大家看。在最主要是等等，这个是专用的露营的一个100块钱，就是在营本部买的，因为垃圾呢也是随带征收费的，而且你还要分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拿进去把垃圾交给他。好，我们来走。好，垃圾呢他们工作人员会来收哈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到这个营本部里面来参观。好，有卖香烟，还有卖饮料，好咖啡这一类的。营本部里面呢，一开始你到这边的时候，这边呢可以买这个柴，有大柴和小柴，这边小柴，那价格在这边，付钱，付完之后就拿了就可以走了。这边也支援很多的付款方式，这边也有瑞典火炬，一进来这边最重要就是你要在这里把它报到，买东西也在那边结账。我现在用来用这个广角模式，好，这样看比较清楚。那里面就卖了很多纪念品啊，小东西啊，包括大概露营用得到的东西都有，打火机啊，这个竹签啊，要串这个肉的啦，包括你看啊，你如果这个灯芯没了，或是你的这个气化灯的这个灯蕊没了，这边都有。瓦斯罐有高山瓦斯、一般瓦斯，当然还有这个煤油，抓鱼的网，这边有个厕所，女生男生分开，很干净。那我们转进来看呢，这里平常也很多人来哦，就算不是来露营的，很多人都会到这边来逛一下，包括骑重机的也会来，还有很多的酱料，然后里面的空间是很大的，对，然后呢，这边有卖冰，卖一些富士山的欧米亚给，酒，对，这边也有。哇，这个摇曳露营的很可爱啊！那还有他的这个他的杯子，然后呢，哇，也因为摇曳露营的关系，整个哈湾呢是非常的火红，以前就已经火红了，现在是更火红。还有卖这个摇曳露营的这个铁板，这个也是是很可爱啊！所以日本人也很懂得动脑筋哦。那我们现在什么先？好，这边有卖洋芋片、小点心，好杯面这些。好，这边也是摇曳露营的钥匙圈，这些都是。好，还有哇，这边摇曳露营的东西很多啊，可能都受到这个卡通影响。这边就卖生啤酒、卖啤酒，所以买酒要在里面买。好，那这边有桌子，那你来办理报到的时候，他会坐在这桌子，你要坐对面，填写，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，就这边报到填写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卡，黄卡呢，就是停车的，你看，报到完他给你一个黄卡，你要放在车子前面，有黄卡或白卡，就是分不同的天数，然后他会有一张完整的说明，说注意事项，什么可做，什么不可做，然后这边。可能就是另外有住宿之类的，我们不方便。那他们办公员也才会在办公。好，那这里就是整个浩安的这个营本部还有报道处，介绍给大家。